这只拉布拉多也太大了吧，医生想给它称体重，它却一屁股就坐坏了秤砣，接着又是测心跳，咕咚咕咚的感觉就像有人在耳边敲鼓一样响，大伙都惊了，这么大只的狗子到底是从哪捡来的。早在几天前，一窝的流浪的拉布拉多被动物收容所的人带走，唯独藏在被窝下的小红狗没被发现。当他发现家人都给带走后，便从仓库里跑了出来。他穿过喧嚣大街，来到了路边的公园，看着面前的鸽子们，居然还抢起了饼干。可就在这时，面前站着的老头却面带笑意将他抱起来，直接带走。原来老头是开个动物救援所，兔子、树懒、蜥，各式各样的动物都应有尽有。而在这天，女孩小美前来想领养动物，哪知当她看到小红狗时，瞬间就母爱爆发，嚷嚷着让舅舅将其带回家。可对方看着这红色品种，生怕小红狗带着神秘病毒，坚决不肯小美领回家。哪知两人回家后，小美却发现自己的书包一动一动的，她小心翼翼向前走去，等打开书包一看，小红狗居然就钻在里头。小美开心极了，抱着小红狗就是一阵舞，还将其放在自己床上，开始给狗子起名字，什么阿红、红狗、老红，土里土气的，可让小红狗百般嫌弃。行吧行吧，那就叫你狗崽子吧。结果狗崽子这一听，气得就直接钻到床底，东咬西咬的，恨不得把小美家都给拆了。哪知一溜烟功夫，狗崽子就叼着拖鞋跑到了客厅。他饿了一整天，跑上饭桌就把培根直接叼走。旁边还在捣鼓的舅舅回头一看，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？结果下一秒，狗崽子出现在面前，可把他吓了一大跳。小美赶紧跑出去解释，百般祈求着让其同意留下狗崽子。可舅舅还坚持己见，就让他留狗崽子一晚，明天就直接送走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明天过后将会有什么大事发生。太吓人了，女孩睡醒一睁眼，比天花板都高的拉布拉多就站在自己面前，光是打个哈欠口气就能熏倒个人，再甩一甩嘴巴的口水直接就给你洗了身澡。小美都傻了，昨晚明明还是小巧玲珑的狗崽子，现在居然变成两米高的大狗崽子。然而这只拉布拉多拆家能力依旧一流，叼着个枕头就直接给你撕碎，甩一甩尾巴，最新款的 iMac 死就直接摔碎，再一屁股坐下，整张桌子直接压扁，就连舅舅撞到了都吓得连连大叫，妖魔鬼怪快离开，妖魔鬼怪快离开，俺不就不允许你住咱家吗？俺现在给你住进来还不成了吗？但等两人冷静下来后，他们决定先把狗崽子带去看兽医，检查检查身体有啥异样。可狗崽子太大只，整个货车才勉强塞下。哪知这时小美弟同学来了，结果狗崽子很调皮，一嘴就将其叼了进去，结果看到公园的泡泡球，狗崽子更是一把冲过去，脑袋一顶，里头的人就差没飞出去了。随着泡泡球被咬破，狗崽子就连人带球一起叼到三人面前，群众纷纷震惊，举起手机就是发到朋友圈。这下可好，专做生物科技的奸商老板发现了这硕大狗崽子的存在，怎么着都想将其逮回来做研究。而小美这边，兽医还正给狗崽子做检查，但一趟检查下来，兽医却表示这狗崽子比牛马还要健康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可回家后，由于狗崽子这又红又大的外表，邻居都给吓惨一大片，就连房东都把小美两人赶了出门。这下又要小心奸商，又要找家住，他们可该怎么办呢？男人站在楼顶修天线，结果天线一断，他整个人就给吊在半空，眼看就要玩完，一只比姚明还高的大红狗就猛地冲锋，赶在男人摔下前一个起跳叼住了他，群众纷纷喝彩，全都围上来摸摸狗头对其感谢。可就在这时，狡诈的科技奸商来了，他让手下带走狗子，主人小美见状则让狗子赶紧跑，他冲进杂货店，出来时还不忘叼根香肠。接着小美赶到，带着狗崽子躲进了货车，等他们逃过奸商的追捕，便暂时将狗崽子安置在了小美那中国的土豪同学家。而同学的富豪老爸更是好心为他们安排了开往中国的轮船，想着将狗崽子送到那边。小美满心不舍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而狗崽子似乎也很通人性，见主人哭了，居然趴在地上想着让自己缩小到正常体型。一番告别后，一人一狗终究分离，哪知奸商还没罢休，天一亮就发现了狗崽子，将其带回了实验室。结果新闻一通报，热爱狗崽子的街坊们就跟小美几人来到了奸商的公司外头，他们剪烂防护网，溜进大楼，成功找到了实验台上的狗崽子。狗崽子一睁眼见到主人，就开心直蹦跶。接着几分钟后，小美就骑着狗崽子冲到室外，当着奸商的面就一跃而起，从实验室逃到了街上。随后他们来到公园，而警察也因狗崽子扰乱社区安全赶过来。眼见狗崽子要被强制带走，小美上演一番温情演讲，群众听了都纷纷为其求情。哪知奸商老板又来了，说什么这狗是自己的财产，不信的话就用机器检测下他体内的芯片。然而等警察用仪器一扫，狗崽子体内啥都没有，主人权更是判回给了小美。原来在逃出实验室前，他们早就拆除了狗崽子的芯片。最终奸商被判补偿小美精神损失费，而大红狗也成了街坊之光，街坊邻居个个都争着和他合影，小美也终于得到了永远属于自己的狗崽子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这部电影叫做大红狗克里夫，欢迎关注科幻战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